现在不能喝，不喝就不喝，水瓶子还我。我老板经验丰富，他不会上错的。嘿嘿嘿！干嘛呢？吐了一下。 会出人命的，有钱你干嘛老护着呀？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这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关大老爷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俩算不上是生死之交，也称得上是患难与共。有些事情瞒着我了，没有必要吧？你都知道我本名了。 就不要再叫我关大郎了。对了，那小子身上那么多名堂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想套我话？我要想套你话，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你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我能有什么来头？之前学了几年建筑。 后来跟着我三叔学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也吃了不少的苦头。三叔，你还有亲人啊？谁没有亲人啊？你当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？我就没有亲人。那你赢了。不过看你活得不挺潇洒的嘛。是吗？
停一下，停一下！什么？停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指南针坏了！一定是我们脚底下有一片带磁场的矿石。老板，快来一下！走，畜生！打他！打他！怎么了？骆驼都不走啊？什么情况啊？指南针也坏，骆驼也不走，这边地方有问题吧？ 快点走！是不是骆驼也觉着调不对劲儿啊？别拉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往哪走？照从嘎鲁家出来的时间算，古铜精就应该在附近了。这样吧，大家分散找。可以，分头去找，有情况回来汇报。还找啊？这个地儿骆驼都不肯来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回去。 怎么回去啊？你还找得到来的时候的路吗？把包都带上，别管骆驼了。我们的枪啊！哎，我们的枪！导演，你怎么会有枪啊？关大老爷，解释一下吧。 你的枪怎么在他那儿啊？把枪给我，我来保管。你来保管？他们一群通缉犯，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拿把枪帮上有什么错？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你只有把枪给我，我才能保护你们所有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除了我自己，我谁也不稀罕。把枪放下。这里你说的不算，王导。 做事情之前要考虑后果。后果？我马上都要死在这儿了，还要什么后果？本来我就是一拍电影，结果沦落到跟这帮通缉犯朝夕相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，这个老不死的，奸商！你唯利是图，你还是人吗？你还教我做人的道理啊？今天我他妈就打死你！哎呀，别死！行，做给大家看。 只一枪，我就解脱了。之前我跟你说过，我这次就想找到古铜精，我就想跟这个女人好好过日子。我完蛋了，真的打死我吧！ 神经病！都他妈神经病！我告诉你，我都得死在这，谁也出不去。谁说出不去了？你要把我们都给打死了，可就没人带你去找古铜精，也没人带你出去了。那不赶紧找！ 你爸以前在家经常揍你，是吧？是啊。怎么了？那你现在应该不怕疼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忍着点，马上就好。 你有毛病啊！是该让你的血派上用场了。啊！那小子的血有问题啊！这他妈是出什么幺蛾子？什么问题？不知道。 不是你们怕什么呀？我拿枪也是为了保护你们。走吧，跟上。走吧。
那我往哪儿走啊？ 挺得住吗？后面还需要你帮忙呢。你这个法子最好管用啊！你得在我血流干之前找到古铜精。这小子的血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你是想让我在这儿跟你慢慢解释呢，还是想让我马上给你带路？好，等到了古铜精，我会让你开口的。 继续吧，还继续啊！手松开，让我看看。 之前的推算，应该要到明天早上。今天晚上就在这扎营吧，等到古铜精自己出来。扎个屁呀！这满地的黄金，我还能找个屁古铜精？姐。
我再不是杀人犯了，我再也不是杀人犯了。你好像对黄金没什么兴趣啊？黄金都能扔在这里，说明下面的东西更值钱啊。就算现在装满了，上来不是还要扔吗？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本来没什么把握的，看到你也没动，就更有把握。 看来你的手已经好了，看来真的没什么事了。李当家的和齐当家的找。 这种时候呢，你越是放松，他们就会逼得越紧，所以，哟，会长您来了，快请坐吧。你们今天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不会只为了喝茶吧？瞧您说的，那个上次黄岩的事儿，不是咱们有误会吗？今天我们请您来，就是想解除误会的。会长，你先坐啊，先坐。来，会长坐。 来来来，先喝茶，请。红标送聘。哟，不愧是行家，这送聘啊，我还有半饼，还有一个茶具，都是送给您的。 那您看，咱们上次的误会就这么算了吧，好吗？两位老板知道是误会就好，送礼就不必了。只是送聘配这套茶具，有点可惜吧？会长觉得这套茶具不行啊？啊？ 釉色成色都太新，并且白中透青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。哦，哎，会长，那你知道这东西在市场上盖的是谁的章吗？什么意思？会长，你看啊，除了这套玩意儿，还有这些，一共九件，盖的那可都是宝圣的章。 我拿去再鉴定，你知道结果怎么样？全是假的。那你们是在说宝圣在作假了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不过这上面盖的那确实是宝圣的章啊。其实这种事儿呢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对，做鉴定嘛，难免会看走眼。只是这次吧。 宝圣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九件啊，全都是假的。要不是我拦着，这事儿早就传出去了。据我所知，
宝胜在这方面家教很严的，他们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会长啊，您不过问这个事儿太久了，我们也不是来告状的啊，只是现在宝胜印章权力太大，既然您已经重掌了九门协会，那不如我们一段时间轮一次嘛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家公司独大作假。当然了，谢雨辰的为人我们还是相信的，这兴许啊只是他手底下的小辈们为了点蝇头小利才做的这种事情吧。你们的意思我清楚，原来你们是在打宝胜印章的主意啊。可是佛爷曾经说过，这印章穷奇一个，宝胜一个，头一个尾一个，你们要想动这件事，我们九门协会可以开会啊，你们两家可不能直接说了算。那要不你就先把这章停了啊，咱们从长计议，看看这宝胜的章到底该给谁管嘛。那你这是想要把宝胜赶出九门协会了？张会长，我们只是想把这个事儿给摁下去，这事儿要传出去，那对协会对穷奇那可都是大麻烦。穷奇现在已经不下地了，哎，单靠着星月饭店养活那也不合适啊，不如咱把宝胜搞定，这将来啊就靠穷奇的章在鉴定界说话，那穷奇还不赚个盆满钵满呢。啊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跟宝胜无关。您说无关就无关啊。你们要想动宝胜的话可以自己去收集证据。哎张会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话说清楚啊。这就是你要的证据。这跟我们弄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？不对，你看这里，从正面看是没有血印的，但是从侧面就能看得出来。哎，又白折腾了。没想到他们会盯上宝胜的印章，需要我做些什么？谢雨辰现在在哪儿？师父，真庆幸你没看到今天的局面。
哎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跟财迷似的，别数了。哎，富美，你要去把这个碗刷一下。果子了，蛋姐，正好你们去海子打点水呗。哼，哎，你现在开始使唤我了？怎么着，有钱了，不需要我了？哎，咱们大家现在都有钱了，平起平坐了。哎，再说了，你别忘了啊，当初是我提议来这拍片的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能有金子吗？好好谢谢我吧。以后啊，我说上哪儿拍，乖乖跟着得了啊。哎，别玩了，快过来帮姐姐铺垫铺垫。现在就开始过腰虎了。你说来的路上不死那么多人，还是黄金不过分啊？哎，咱人也死的不少。哎，你看看，就那几个屁用没有的玩意儿，哎，死的怎么不是他们呢？这样，咱还没给那个几个兄弟啊多分点。这次他妈可惜了叶子了。你们注意到吗？他们刚刚有没有拿？没拿吗？没拿。那所有人看见金子都跟疯了一样，那老头也不拿。他妈得有多少钱？哎哥，这老头就是个累赘，留着就没他妈什么用。要不要找个机会把他做了？老马呀，起来吃饭了。快吃饭。王导，你们老大呢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这么能吃？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得上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老板不让说。哎呀，你连青子都不要，那你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我去古通经以后，你需要帮我留意协会里面有问题的人，他们会一个个露出马脚的。我知道。你在协会的处境会变得很危险，有必要的话，你可以去寻求那个人的帮助。宋佛爷走后，穷奇就不再过问协会的事了。找他帮忙，恐怕有些困难。不过放心，我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。问你话呢，你怎么不去跟他们捡金子啊？命都快没了，要什么金子啊？金沙漠说那么多人，现在死只剩那几个了，他们还笑得出来，我反正是高兴不起了。也不要这么悲观嘛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经历的多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人这辈子啊，生生死死。再正常不过。咱们吴老板多大能耐啊！我不行，看破生死。我就是一个普通小孩儿，我连高中还没毕业呢。你能耐也不小啊。还记得那只虫子吗？当时救我的人可是你。你救了我，我才救了大家。换句话说呢，就等于是你救了我们所有人。这能耐还小啊。你开心就好。我是说的是事实啊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想跑。到了胡杨林，你嘴上不说，但是你心里想跑。到了这一次，你不但没有跑，还帮上了忙。这多大能耐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我能耐是不小了。不过我要是真有能耐了呀，我也不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。告诉你个坏消息。说。
你跟我当年一模一样，冲动，重情义，爱想事儿。缺点呢，就是不听话，管不住自己。我记得那时候三叔经常教训我。三叔，又是三叔啊？三叔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三叔啊，我三叔他根本不是人。当年佛爷在这求过你师父，如今你在这求我，我是该帮你呢，还是不该帮你啊？这一次不是为了一门两门，是为了整个九门。既然想让我帮你们，起码需要让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吧。我要说我不知道，你信吗？你都不知道，还想让我帮他？这件事情最重要的，除了吴邪，谁都不能知道。且不说我会不会帮助你们，但吴邪需要去的是古铜经，所以这件事儿我管定了。我和吴邪一开始也没想您能出山帮忙，但即使您不帮忙，也请您不要阻碍。为什么我的玄能指路呢？哪有那么玄乎的事儿？李楚同学，我们要讲科学。哼，对，相信科学。我是学渣，我承认啊。我当初给你缝合伤口的时候，在里面加了点东西，是他在给我们指路。什么东西？等到了古铜经，你就知道了。咱们现在不就是在古铜经吗？这里不是古铜经。这还不是古铜经？还不是古铜经啊？那真正的古铜经在哪儿？懒得理你，洗澡了。还不是古铜经，还不是古铜经。他洗澡，他背上什么？没看出来啊，你小子还有这嗜好？切，我要看我也不看他呀。他呀，这里有一个凤凰纹身。凤凰纹身？啊，你没看错吗？应该没看错，不是凤凰就是野鸡。不过应该没人会在背上纹野鸡啊。
哎，就在这儿玩啊！宝曼啊，干嘛呢？不干嘛。我刚才去那边撒尿，看那傻在这儿了，就给叫过来了。你怎么总针对他呀？进来。哎呀，我他妈跟他就是过不去。姐，你忘了吧？你们都忘了是吧？咱们在他家差点死他妈手里边，忘了吗？啊！哎，你放手！我跟你说了，那是他妈的事儿，跟嘎鲁什么关系啊？你他妈闭嘴！哪他妈都有你！不因为你能来沙漠，不来沙漠我兄弟叶啸能死？今儿我就告诉你，我非跟他过不去。真是烂泥糊不上墙，能不能滚远点？呀，呀！马老板生气了，是不是生气了？今儿我还要真告诉你，马老板。之前呢，我和我苏姐是看在钱的份上，叫你声老板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看看我每个兄弟，还有那边那几个傻子，我每个人都有钱了，而且是黄金。我老麦也有黄金了，从这沙漠出去，我也是大老板。干什么呀？瞪着我！哎，苏娜，你管管你的人啊！我的人不听你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听见了吗？他不管，他没有办法，还他妈瞪着我。那我得让你仔细看看我呀。哎，我一直都不明白一个事儿啊。你是不是以为身边带个他妈娘们就认为自己是个爷们了，是不是？马老板，咱俩商量个事儿行不行？就是你马老板办不成的事儿，我能替你办。你敢动我的女人试试？明天找套古铜精，小子，还能活吗？不能啊！找到古铜精，我肯定死啊！你能放了我吗？但是今天，我他妈先把你弄死！别动！我老麦杀过多少人，你自己心里有数吗？不多你一个，啊！来，当着我姐的面，还有我兄弟的面，叫声麦哥。我就数三个数啊，就三个数。一。麦哥，哎，姐，听不听见？啊，麦哥，哎，马老板，你他妈现在都不如个傻子，啊，凯子，啊，就这种怂货，你还保他干什么呀？你现在有的是黄金，以后出去想他妈有多少女人就他妈有多少女人，啊，你看一下这样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老虎呢，原来你真他妈是个猫，风一吹就倒了吧？打了！一个瘸子，一个傻子，傻子，打了！瘸子，你是瘸子，你打我！瘸子他妈打傻子啊！瘸子，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往上走。你别吓唬我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句话呀！啊，老马，你怎么了，老马？老马，哎，老马。
老马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老马，你醒醒，别吓我！啊，救人啊，救命啊！老麦，听给阿鲁的。啊！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别动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救他们。哎，别呀！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他们手里都有枪，太危险了。有枪你就不危险了。你要是不能保护好自己的话，你下去就叫添乱，懂吗？还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走走走！哎啊！衣服好披上，张着手。你都看，你看，你看我都。艰辛拉扯，南北去，趟过河与桥。满身万幸显名上，也不多体谅。分手一回够一张，傻孩奔忙。哪来年少多感伤，一心向南墙。别来这别指望没人被你回无方。天真真切几分香，平添扰乱蹉跎三两。下回安心心碎碎长，何必虚掷心何慌？其实我曾吐心如，不过两瓶雪与霜。似十年，比十年，熬过命数一粒线。只是只想再想一遍。什么情况啊？路途不走，缆线也坏了。不过今日一相片。光绪，不过闲言闲人语。来帮忙了啊，慢慢等。我本桀骜少年春，不幸亏身不幸人，沾尽人间忽恩后，却说归还流落身。只是想再见。